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推出十年，香港一直全面参与，助力共建。行政长官今年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东和东盟国家，开拓新兴市场。香港在九月举办了第八届“一带一路”高峰论坛，推动合作拓展商机。香港是“一带一路”的积极参与者、贡献者及受益者。